Hello, and welcome back. 欢迎你们回到这个多维度的共享空间。This is Marsiology. 我是 Marsi. 这里的直觉引导。今天的麦人光与调频的主题是眉心轮 Third Eye Chakra， 或是也简称为三眼轮。在开始今天的调频之前，我们有感受到有许多人对于第三眼天眼有很多社会或者说一些普遍信念的对于三眼的一个理解，所以今天希望也借由这个调频后的一个探讨，去挖掘怎么样去不断的启动我们的眉心，保持这个灵魂意识的觉知，也更深入的去探讨它是怎么跟我们的松果体、我们的眉心的电池一起合作。那开始之前，我们邀请你可以先喝一点水，补充我们细胞里面的水分。那你可以选择躺着、坐着，只要不是在任何的通勤或是开车、骑车的状态之下接收这份的传导。也邀请你们将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你们的心轮的位置，用心跟灵魂的声音去感受每一个音频的震动，让大脑的一些信念跟平常的一些情绪自然的浮现，让它自然的带过，也从中去觉察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频率、什么样的思想情绪正在你的内在空间徘徊，然后感受他们跟光与之间的共振和变化。那我们今天会直接开始这个调频。如果当中你有感觉到头晕或不舒服，一些身体和仪态体的感官，你只需要回到你自己的呼吸，深吸吐，让光与允许光语为你的身体做最好的调频。也邀请你们的高我来到这个空间，让高我为你过滤为你安排的讯息。感谢一切的因缘带你们来到这边。感谢来自多维度存有的共振及源头。源头无条件的爱与光源。
Hariya tanana tra sananam tra tikra nana tra kra kra tra nana kra tra kra ta kumra kra ito tora kra kra tra na kr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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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 kma ta kra ta kra ta kra wa tra eta ra kra nama ta kra mitra kma ta kra ta ta om a tra zwa to a tra ta kra tra a tra tra ito mat ga kito ma ta kra wa tra e tra a ta ta ma a tra kro o ya hu Trai mekri tak nak mesam trai hatra ayu trai kri hat na trai na na trai stop mekri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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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 trai hat da kri na isung na na nam na na ma na no scroll mekri trai chakra trai trai mekri tra tra tro tro tra kre kre da tra k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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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na na tra na na tra ya ye hi hu tra ya na tra ya na ma na so mi na na wa na na tra ma ya na na tra na wa tra Ja, vai nana nai drömmen nässom. Tra ari rara troja i ju vuoje trae vai ja. Ja, iso vana hänna nana trae ja keja nai jämmä. Trae nana trae la kra trae drömmen tasa. Hai vai hänna aina trae trae summa. Era creada aqui da tra matra era tra essa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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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hari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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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 tra ia tra tra le tro essa tra ia io ia tra ia sacra ta ta roi ra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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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 we tra mana tra ye mai sai ta wa la tra ta ma a kri ke yo sho mai ke yo ta a sha tra o le tra mana na kra ta sa sa tro wa ya ye ta re yo tu a ye to kre ya na na ta ta ra la tra ma sa mi ya ya ma ma le to na kra ta le yo we yo Pato so ya yu tro a o kro a ta ma a yu huma unsa a ya yi.邀请你们可以慢慢找回到你们的呼吸，每次的吸气都将更多的源头的光源带到身体里，每次的吐气都将今天的光与流动和所有的生命力可以扎根，稳稳的将气送到脚底，送到尾椎骨，送到这个地心，慢慢的将你的意识带回到这个物理层面，找到自己的脚跟手，然后不着急也可以慢慢的将眼睛睁开。美心轮的元素是光，对应的音频是 Om， 也就是创世的音频。这次的传导感觉到非常多的光源，像河水流动一样进入到我们各层的光体。我们的松果体在未启动的时候就像是一颗没有洗澡过的水晶，没有生命力的一颗水晶。我们的松果体也是带有这个水晶能量，
当我们的生物体开始钙化的时候，我们可能平常没有很长的晒太阳，或是让身体有接收到宇宙的光源，有意识的接收到宇宙的光源和阳气，我们的生物体会开始钙化，也会导致眉心轮长久没有启动。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在这个自由意志里面会倾向于权威，倾向于主观意识，倾向于善用这个自由意志去做一些自私自利的。对，那我们也看到现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二元对立的一个现况，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去多利用自己的眉心去看这个三维世界，因为这个三维世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还有很多背后的不同维度的因果在运作。我们所有的灵魂天赋也都是因为眉心的启动而开启了，所以灵魂天赋在英文是叫做 clairvoyance, clairsentience。 这个 clair 代表着清晰，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眉心承载无限的光源，我们可以用光的清晰去引导我们的直觉去感受三维以外的一些很细微的情绪、信念、因果体的运作，然后去看见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蓝图上跟自己的命运上。那我们的第六感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个设备是为了引领我们走向自己的蓝图，以及每一个阶段会发生，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改变。那在世俗很常听到眉心很开、眉心启动、天眼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每个人会看到的都是专属于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眉心刚刚在传导光源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心灵荧幕，架构一个心灵荧幕，就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眼前是有一个像看电影一样的很大屏的荧幕，然后透过你内在的感官，你的听觉、视觉、感知、嗅觉、味觉，还有你的认知、你的超认知力，去拼凑这个心理荧幕，让你看到实相背后的运作。我们也常常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讯息进入到我们的眉心，我们的星光体会跟着我们眉心的投射去接收平行时空自己的一些画面，也就是预知梦的一个原理。我们透过这些荧幕所取得的一些讯息，可能提前到了未来的某一个场景，或是在平行时空得到来自朋友、来自灵界的一些讯息，那这也都是回到了这个肉体，回到了这个肉身，眼睛张开的瞬间，我们才开始跟这些光的讯息在校准。之前在奇轮调频的影片有提到说，奇轮跟眉心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奇轮它所有的讯息还有情感 emotions 在移动的能量体，都是在提供眉心这个心灵荧幕的一点一滴的画面，所以我们的超觉感官、灵魂天赋也都是借由我们身体所接收到的感官讯息，以情绪的方式送到我们的松果体、左右脑，然后投影到这个眉心的心灵荧幕。那为什么会说眉心它的元素是光，光也是真理，是爱，
当我们的眉心是平衡的时候，我们在投影任何的心理一幕，是带有一种客观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前世今生，还有我们的未来。我们只是单纯的在内心看到这个投影，你想要在未来创造的一个最高版本的你，或者是过去的你，曾经有过创伤的你，或者平行时空的一些画面。那这些画面多少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在世界引起一些情绪的波动，但如果我们把专注力放在眉心的位置，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在一个观察者，一个客观不带评判不谴责的观察者的心态，用这个观察者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所有面向。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比较不会跟自己的敏感跟情绪化为等号，这些情绪是来为我们服务。所有会浮现的一些信念，潜在的信念也在为我们服务。只有这个真理之光，真理之眼可以带我们看见，就像你在看电影一样，有时候你会看得很入戏，但有时候你可以后退一步去感受这个整个剧情跟构造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个体悟。我们对于自己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视角，一样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选择权在于你，想要当这个当事者入戏了一阵子，跳脱出来，开始以导演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这场戏，还是再让自己更深入的去体会这个角色里面要带给我们的学习，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允许我们有这样的切换。我们可以在日常多练习去启动我们的眉心，因为眉心不是一次启动后就完成的一个软体设备，它是像电脑一样不断的需要去更新跟启动的，就跟我们的松果体一样，也需要我们平时练习呼吸，在我们的中轴一个贯通的呼吸法去刺激我们大脑中间的松果体，因为它们是互相合作的，松果体是电池，那我们的眉心是这个心灵的屏幕，也可以透过我们有意识的去启动它，也从内在的空间去开发我们其他的灵魂天赋，这些内在的感知的能力。那你们平时可以尝试练习将你们的专注力放在眉心的位置，然后感受它在转动，或许有一些伙伴们已经有感受到它会不自觉的开始旋涡般的转动。那这个转动的当下，很多时候是在为我们收集讯息，我们不需要当下去解说或是去翻译，有时候只是让它自然而然的运作。那我们也可以在心里跟自己的灵魂跟高灵达成一个共识，说在最合适的时候请帮我翻译这个讯息，或是我们也可以在心中提问 What's going on? What's happening? 现在发生什么？因为是超越我们眼睛看到的现实。当你觉得眉心转得太过头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在象征我们左右脑不平衡的一个现象。创意流动的右脑跟思考逻辑的左脑稍微有点不平衡，所以会导致眉心有疼痛的感觉。但在无论什么样的不舒服或是内在感官有不一样的给你不一样的感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心轮的空间，问自己的灵魂和高灵，这在让我看到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向外求答案，我们只需要回到内在的空间，去静心感受身体的智慧要告诉我们什么。身体里面的失衡，还是不同维度界要带给我们的一些讯息，一些提升，一些交流，光之间的交流，还是我们需要引进更多的光源去让这个身体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我欢迎各位在自己的空间去尝试善用你们的眉心轮，你们会发现它会带领你看见很多你与生俱来的天赋。你本来来到此生要发挥的一些长处，虽然讲的有一点抽象，有一点大概，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很特别、很独特要创造的道路要走，所以与其大家把不同样的症状来问我们，我们会更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跟直觉的能力去看到你们内在世界跟你们的进化的阶段要为你们怎么样的服务。那如果你们今天接收这一份传导，这份调频跟启动有任何的感官，内外在的感官或是一些直觉的指引，都欢迎你们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祝福你们可以用这个真理之眼看待不断在变化的世界，以及走向这个未知。感谢你们的到来，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In peace and in love.